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看这个地震歌相关的参考资料哦。上一次看了两篇翻的，从地震歌看古地震。我这也一样要放大镜吧。啊，是1848年彰化大地震的当下是怎样的情景？是1848吗？对，如今科技化的人，我们一起看哦，我就不念了。哦，正好他这里有，哦，这只有一页吧？哎，可惜，哦，因为他这个可能是书，人家会有版权，没关系，就这一页我们也看一看。天朗气天明，朗气清爽，日头直挺，中岛哦，他用。台语的啊，先先，他用台语文来写作的哦。唉，临时文都来不及学了，还在搞这个，所以大家到时候把语文越弄越糟，耳腔。就好像现在自己母语都还不行，要学外国语，还有第二外国语，学了半天只是人类的工具而已，对自己有什么帮助？你一个语言呢，没有弄懂，你自己的人生的思考和思想那个敏锐度就差很多。我们实际修的修给你看，那语言最后就变成一种人类沟通的一种工具而已，对你思想的深掘挖根本都没有办法。比如说随便他们怎么耍，耍到最后哎，真正该读懂了还是读不懂，那有什么用？蛮模糊的，想办法再，也就那么大。聪明的人为什么也会变成耗呆？耗呆大概就是这个憨吧。好，我还懂一点台语哦，够轻狂吠，这个应该是注英文哦。那注台语的那个语低音就用那个轻，一时找不到本字，这都算是假借字嘛。因为跟轻这个汉字中文的意思是没有关系，就是完全是借它的音来用。借音来表达字意就是假借的那个，熊熊，你看熊熊就是身躯像龙腮摇动颠簸，这是对的哦。熊熊，突然嘛，强调那么突然，熊熊，而且突然，而且非常程度非常强烈。你看金属品吧，银幕。金属品，干妈瓜，这个是不是汉的意思？不知道，然后这个可能是清朝龙龙破龙破龙中龙破。那你看金属品为什么会龙破？
其他因为他没有秀出来，我们不知道。可光看这个就知道，这就是我们刚刚批评的嘛。你对这个文学的或者文字的敏锐度和深刻就不够了嘛，对不对？那没想过金属的为什么能够垮，如何垮？那像我们昨天看那个翻译，他说金属的跟瓦类的相扣击那一般人家必定还是用汉文来写作啊，不是用台文台语。顷刻金震，你去找哪一个人家金后面加个器皿的这一种词汇的结构，会说金属的和不是金属的相撞击，没有这种文法嘛，对不对？这金很摆明就修饰后面那个是怎样，那为什么它是金属的？就像我们讲的，只是形容地震的强度大，夸饰法，连金属都记载为了，都挡不住。再第二个叫金属的，表示贵重黄金的金嘛，对不对？像穷人家的正。吃饭的锅碗瓢盆对他们也很要命啊，也像黄金一样珍贵，摔破了还得买，没钱买怎么办？对不对？那对有钱人的话，那就是他贵重的器具都，或者甚至古董都可以说了，别光只是炊具，对不对？你待会儿之后就知道，难道只有炊具啊、橄榄瓜或者是什么炊具这些会破掉吗？其他都不破。就很摆明都是指一指桑骂槐或指举一要反三的嘛，他只举一点借贷全部的财产身家性命，而且是宝贵的，所以前面是黄金。唉，还没学会走路哦，都喜欢想飞，然后都不把自己的本职弄好。我看也是应该的啦，你看国文教育搞成这样，怎么会？对不对？连自己国文的专家学者自己都搞不大懂。你看我们前面看的那2篇，这个已经是台文，我们姑且说它是台文嘛，对不对？那怎么能够比嘞？国文自己本身啊，和都这样了，又怎么能够去苛求？台诗300首嘛，阳清处编著，数理还敦理出版社。就用台语文在写作，这一首古诗是台湾的诗人才子平山美描写当时的，什么叫呈现鼎盛时的相貌，还融入了文学情感？一首诗。什么叫融入融学文学情感？那诗文学本来就还需要融入嘛，这都逻辑上都是有问题的。难道他这一首诗会第一个是科学报告吗？你如果他是科学报告，融入文学情感，可以这样讲，他本身就是文学的东西，还需要融入什么文学情感？假如不具足，根本就不没资格叫做文学诗了嘛。对不对？那是他本身不是文学才能这样写，就是再去问问这些先生们，一定都不读思想方法语言学的书嘛？尤其像这个，那你那么爱台语，那么爱语言，先把语言学读一读，好不好？逻辑语文、思想方法读一读，不光爱乡土，光盖语言，就语言到底是什么？绕了半天还是没不清不楚。接着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如何描述，希望看看了不过80%都是令你很失望。你自己比较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是跟人家定勾跟硬碰硬嘛。我真的希望别人讲的比我们好，像我们东南虽缺地无缝。等一下我们看，要么就是不讲解，要么就是根本不知道这里有用点。像刚那个金正又是这样嘛？就没有几个像样的嘛？奇怪了，是我们奇怪。你如果不服，或者我们自己脸上贴金，你讲给我听，那你也拍个实际，要讲给我听，我这个答案到底不好在哪里？真的比他们的都差啊！他们的金属品破碎这个是好的，我们这一种反而不好。我不知道这天理到底何在，逻辑到底怎么样？那膳食他是怎么说？你看那个有一个还说边走路，膳变成散步了，食变成吃东西了。
十宿修，你看他还是要用宿修，习修，吟诗十什么宿？来看看看，蒙典的台语词典，宿修他怎么说？就这样，都把不把自己的本本，就像学生，你看现在只会玩，只会哦，好像大学就怎么样，该读的书、该做的学问有没有做？反而把社团或游戏或者自由放在最前面，人家给你自由是因为你是大人了，自己知道该做什么，不是就是书的自己该做的学问和那个都不管。找不到，嗯，这个呢，连这个字都没有，就不要说别的，树都没有，不可能吧？那这不住谁看得懂呢？闲闲的，这个可以，哎，闲闲的散步。总之他是散步嘛，闲闲的散步，然后食呢他吃步。我也看不懂他的文，不要像那个边散步边吃东西，这个吃完了要消化，我觉得大概他也是在吃东西。闲闲的散步，哪有这样，你们给人家倒叙重读的闲吟散步食狼舞了嘛，人家是闲吟散食消化食物啊。也不去查词典，膳食是消食的意思，对不对？还不是我说了算，我们还是自己先读，膳食可能有消化食物才去查词典，果然有嘛。唉，我刚刚是不是才骂了？都不把基本的都不用功，基本不弄好，就喜欢在那搞怪。《金瓶梅》的明朝人就这样用了膳食，消散嘛。他就看到上和不，就像各位同学也常犯那个哦，看到 这些关键字自己看读不懂，再自己重，你们都很爱倒叙重组，所以我刚开始不敢，不敢把它弄成一个方法，就是还给他写说是辅助方法，有没有？啊，后来我是觉得，反正对错问题回二做嘛。可是这两个很危险，你倒叙必重组之后，毕竟不是原著，那是正。你看，像膳食，假如怎么解都解不了，你才膳食不食嘛，你才倒叙人家膳食有这个词，你怎么可以不这样解？自己再给人家重组，那人家原文不是写膳不食，那是写膳食不啊。啊。话说地震来袭时，不看电视，不看时间。不容易，主要就是天气很好嘛，所以它主要就是做一个对比反差。现在一个风和日丽，对不对？再正常不过，甚至还是好天气，不要说正常的一天，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哎，怎么会？想都想不到是超级大地震，对不对？他这个扣着现代人生活讲是值得嘉许的，对不对？做一个对照，对啊，会犹疑总是因为没有警报，而且没有确切的警报，大家都会犹疑。就好像今天风刮得很大，雨下得很大，知道是台风警报，台风来了就不会犹疑，不知道搞不清楚发生什么，所以他来说智者易愚昧嘛，对不对？哎，关键来了啊！
还拿那么多。就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地震也是刚开始也会愣一下，后来啊地震，你还在叫出来，不是一开始发生地震就叫嘛，对不对？哦，你看，为什么说智者以灭？那金针呢？为什么用金？金为什么会破碎？不管呢？啊，刚刚前面我们读那个哦，金不会碎是真碎，对不对？是正岁，那金是什么东西？它叫做金属的器皿啊！你去查，也许有啦。金可以当金属器皿，那是借贷或者那是有时候。那你要看上下文，它这种构词是几乎没有人这样用的嘛。你单独用个金，也许有时候会指七金属器皿。对错问题要回二做，就这个意思啊。上下文很重要，人家这样写，你就不能读成金属的器皿，他们就读不通，就是啊，就像各位同学一样，听不通就自己乱掰，完全都不顾别的。那我们这样读，也不是自己爱怎么读，就是有经验，就像警察有经验，有那个文本，你自己去查，不信去查嘛。经后面加个名词，可以读成前面是另外一个跟它同类的东西嘛。通一定是金是修饰后面那个东西嘛？那个名字怎么会跟它等齐的两个东西呢？像我们说金玉满堂，那是金和玉，对不对？好的东西很贵重，像黄金啊，玉满堂，对不对？那金针，对啊，它也可以辩驳。那金玉满堂不是金的和玉的，那这里是金属的和瓦器的啊。好，就算这样好了。然后人家是镶青碎，哎，你解成什么？只有瓦器，那就不能说镶青碎了。那他就说成相互敲击之后，瓦器碎掉了，对不对？好，那金呢？金没有碎，这样自己比看看，换成我们哪一个比较像文学的说法嘛？哪一个才比较有文学程度和修养，对不对？这个自己比较知道了。哦。我们不是爱笑别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我以前也看不懂，也可能也会犯各位的错误，所以我也会我笑你们，其实就是在笑以前的自己嘛。我以前也是你们这种程度啊，然后后来才领悟啊，文学是这样，你不要金就七星大法嘛，你不要金就以为是金属的东西，金还有别的嘛，但是想不起多想一些，七星大法提醒我们不要死在一点上。那你看，你们会犯的错，都是跟我曾经犯过的错一样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不以人废言，不要说哦，我孙守贞杀小或者什么哪根葱，对不对？自己平心静气去比较，答案就知道。不要说是因为不是你想出来的，就去那排斥，然后用理智和文学的程度去检验。是围绕地震科学，因为他这一个布洛格可能专门研究地震的嘛，所以也无可厚非了。对啊，就算是高知识分子再老道，这就呼应后面的老者，对不对？大儿小儿皆兵役，然后老者无车少者宜嘛，这都是老者啊，还有大儿嘛，对不对？高知识分子这时候在变成大儿，为什么？还是渺小，在大自然的灾害里面，你懂了什么？像大孩子一样，在人类的社会，你才叫哦高知识分子。可是，在宇宙大自然，你还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孩子嘛。大耳，你看人家用那个大耳朵，你分析的出来，分析的出来，你才懂得欣赏他为什么要写大耳小耳，不写大人小孩，是不是？那你一样换成我们来写作的时候，你怎么用字遣词，你就知道怎么把你想要表达的嵌入在这些文字密码里。前面我们才讨论你这些文字要有这种深刻敏锐的程度，不要这个都还没有，还没打好地基走稳，你这个都好再去搞你的母语或者外语都 OK 嘛，或者你喜欢搞这个，我爱台湾也好，爱崇洋媚外都好，自己母你总要有一个语言超群的嘛，母语也弄好呀，好啊，那你可是你看你我台语已经还是不懂啊，对不对？
那我想在我们这个环境里头，绝对不是先学这个母语嘛，一定都是先学中文嘛，官话嘛，古人叫雅言嘛，我把这个学好，然后啊，都是跟着那个佛门，那个释迦牟尼教我们一字不一事，我们人凡夫嘛，所以修行人才会一字不一事啊。我们凡夫都一事事就情嘛，我爱怎么做，我想怎么样，我就不喜欢嘛。依着理智不觉，依着智慧和那个知识啊，平心静气、客观科学的，他这个比较谈科学，都是情感人文的去处理事情，很不应该啊。你就。所以这叫报应啊！所以你台语我不知道好不高，因为我们一定比你差。可是至少你台语读下来的东西还是不够深度嘛，对不对？那可能就是你原来的语言的基础都打不好。当然，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了。希望从此之后能够警醒自己，好好扎好自己语言的根，管你是什么语都一样，你至少一个语先把它弄好啊。你爱台语爱外文，好，那你就弄吧，弄。只是我只要很好奇，那中文呢，对你反而变成外国文了，好像比较次要，好奇怪，这不是颠倒吗？随便啦，谁你们喜欢，可至少，对不对？把一个语言给它真正把它弄好，不要再这样混。刚经历剧烈地震后的世界为什么会日无光？他没有讲清楚嘛，因为有些倒塌或尘土了。对，有啦啊，这其实应该在前面都是因，这个才有果嘛，怎么会先讲果？这倒没有，小心情它可能是呼应这个茫茫嘛，心情呢也是茫茫，这茫当然是负面的。好，很棒，楼居也是一个关键。很好嘛，可是他这个没有讲得很清楚的，希望他的楼居读成楼房，那他比前面两个都高干了，对不对？我们都就事论事啊，不是？楼上的居民会居住在楼上，这叫楼房嘛。两三层楼房。那时候也没有避震的那种技术，对不对？那震起来也是很吓人的，对不对？你们震度的放大效应，对不对？玻璃跟拉满可以了，没有大过，但是地震时就是很慌张，不逃命，难道等死吗？对，所以他后面才有卷盾嘛，对不对？想逃又不敢逃，那种情形就叫卷盾，想快又不敢快。想慢不敢，不会想慢，谁会想慢？是想平安啦、才会放慢脚步嘛。可想没有平安，又想赶快离开这个险境，对不对？为了平安才要慢下来，或者有时候太急踩个空或怎样，对不对？前面刚好有东西掉下来没注意，不是快就可以保命嘛？才会有这个卷盾的问题。就地掩蔽，对啊，可是就地你要是安全多好，多什么叫躲满？哈，你的妈，这个比较科学。如果不过还我们要给他娱乐一下，要跟生活有关。因为像我们教国文的，我的国文课也是一定要跟生活有关。当然，它不是跟语文有关，它是跟地震或防灾的科学知识技能有关啊。如果是。对，你看他这个倒提到一点，对，前面是讲快，蚂蚁在热锅上一定走得快，所以卷盾是不是？我们那时候还这个快，这个是慢，那卷盾更妙了，快中有慢，慢中有快，想快快不得，想慢又不敢慢，对不对？很棒，对，而在激烈、极剧烈的摇晃当。
当下还想逃生，这讲还是没讲清楚嘛？对，那这个就对吗？这个他就避重求轻了，前面我们论太多了，哦，我们的国文就是这样教的，对不对？你说有几个自己看嘛？有几个像我们孙老师孙守正，所以我那国文教学部落格叫孙老师嘛，其实。我其实到处我都去述这个本名啊，很少只是讲孙老师的随俗，一般人家都什么老师，我们就来个孙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看这个？应该已经拍几十集了，不要夜郎自大嘛，觉得自己了不起，就这样比较你才知道啊，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吹牛。人家就是讲不出来，我们可以讲得出来。我们看我们卷存就花几个钟头几集去看，石敬秀嘛。那请问这些先生，我们目前看到，你们花多少时间去了解卷盾或卷藤？不会觉得惭愧和心虚吗？很简单嘛，一比就知道谁是大人，谁是小孩。前面大儿小儿，谁是智者，谁是愚昧嘛，对不对？哎呀，一分钱一分货，啊，转筹的转也是一个关键呐。对，它可以应用到生活，没错。哈，遇到大地震，门窗就脆弱无比。可是你也不能否认，难道所有门窗都坏吗？也有不坏的嘛。所以他，你就知道大家问题出在哪。你看我们讲的国文课，是不是你发现很缜密，面面俱到？为什么？不是吹牛，就是我们有这个吸星大法在心中，知道不要死在一点。我们也想到，对啊，地震会变形，可是难道都没有？就像刚刚前面金针香清脆，难道只有炊具？吃饭的器具摔破吗？其他都不会摔破，不可能嘛！带回恶作嘛！这个作是什么作？人情世故嘛，宇宙真相嘛，这是整个上下文呐、啊，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这也是一个大的上下文。你会判断呐、啊，他这都就是死在一点，一定门窗都会坏掉，所以他都堵成坏掉，所以门户会响。如果没坏掉，门户还是响，因为大家都抢着要出去嘛。这不更生动吗？盘也才更饱满更多嘛。那么窗棂断，它这个好像讲成是地震把窗棂弄断了而已的，难道没有人把它弄断？人弄断就表示急着要逃生嘛，对不对？有那个文学修饰的感觉。再来就是怎么样，不顾财产的保命要紧，已经管不得财产的损失了，所以才用棂啊。为什么他不用？就好像大儿小儿，为什么用儿？他为什么不讲窗户就好了？虽然户他可能为了避免虫落，那窗子哎，他窗子当然太白，用磷一定有的，对不对？能分析出来，待会要做好的。我们以前也讨论那个，即使作者原来没这个意思，你把它分析好了，他也绝对不会说啊，我觉得没有这样。你给他贴金，他也说不是这样。对了，如果诚实的人也许是，可是他不会否给你排斥。他最多是否定说，我当初是没有想到这个。可是他会说，你这样解错吗？谁会那么迂腐？你帮他的作品讲得更圆融、更圆满。有时候像我们大家都有写作的经验，有时候你写的时候都没想到那么好，对不对？然后写完才像我们前面看那个佛就一教经啊，我还记得有一句我们在讲那个文言文，好处就是含义很多。你断句稍微改一下，我自己写的一句嘛，我在做校对的那个文字的时候，校对，对不对？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嘛，在读自己在读，变成自己是读者，所以文学批评里头后现代主义有一个作者已死嘛。你写完，其实你已经不是作者，那你是读者。那时候作者，那时候的我们都没想到写出这一句，读的时候，哎，发现还有新的意思，带回来可以，那当然了，谁会去改动它？哎，觉得神奇嘛，对啊，哎，像作家哪一个没有这种经验啊？有时候有灵感，等到下一刻，或者改天、改年，再也写不出同样的作。那个《兰亭集序》就是这个故事嘛。
他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墨迹嘛，天下第一行者，就传说那个王羲之后来要再模仿怎么再写都超过不了了。对呀、啊，作者意思，谁会说啊？我没这个意思，绝对没有。应该脸上贴金，像那个金正也一样。我不知道林正美，那我们讲这个，我不相信好的他会跟你讲我不是，他最多会说啊，我当时不是这样想，我不是没想到这一些嘛。这是老实人，对不对？不会说认为就是自己的。那可是你讲好的，他绝对不会说啊，绝对不是能你这样读是错的，不对，不能这样的，不准这样读。谁会那么无聊？自己的作品能够越丰富越美好，当然是越好，价值也才越高啊。你看。有时就像有如神力附体一样，那会飞跃，所以神力附体可以飞出去哦，顾不得其他。哦，飞出去，魂飞跃就逃出升天，是这样吗？莫名其妙啊！哎，大家即使不像我们学国文这样那么用心提升自己程度，拜托词典也常翻一下好不好？月有坠落的意思，懂到底懂不懂啊？如神附体，这都正面的啊。人家明明是魂已经魂飞魄散，就像前面肝胆碎吓破胆了，你怎么可以说啊趋吉避凶？现在根本就是已经凶怕避不了了，被凶困住了，所以身也好，神也好，身和心好像都被现在灾难困住了，一筹莫展，如何趋，怎么避？对，那趋刚好前面我们讨论过的趋是快走的意思，徐趋嘛，对不对？卷盾、卷腾的时候，那个李绩说，那时候很多什么习趋、集趋。你看鹅，他会不会讲啊？刚才在想，还有选啊，少选为什么是短时间？那么土色的色到底是什么色？虽然文献中法的地震摇晃粒子，但我知道什么呢？才102秒，对不对？所以他后面有很多。萨尔萨尔他没有提到，对不对？他其实应该引用的，他只是选择一些句子出来讲解，都是讲时间很短暂啊。对呀，对呀，所以时间这时候七星大法，度日如年，和岁月如梭，都是时间了。所以绝对是我们活在的一个世界，不是只有科学自然。去读读语言与人生嘛，他都在谈这个。我们读在的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世界，文字语言的世界。唉，所以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是唯心论？哦，那个马克思啊、列宁他们还自作聪明哦，唯物才对。我跟你讲，即使是唯物啊，那没有心，你这些物对我们人有任何意义吗？对不对？完全没意义嘛！我杀了人也不用偿命，也不用判军法，也不用判死刑，反正唯物嘛。为什么现在你看可以判死刑，又可以废死刑？那假如是唯物的话，一定只有一个标准啊？为什么到底是判死刑对还是判废死刑对？可现在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光只是外在的东西来决定我们的价值。有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其实时间唯物的话都一样啊，哪有什么快慢？那你就快慢毫无意义，可以这样吗？谁承认这种世界？所以你才知道哪有真正科学客观的世界存在在我们之中？没有，一定都会被我们有色的心灵、有色的事件染污。所以佛教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有色的，所以它叫什么？五蕴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也叫五阴嘛，就不好的嘛，把它扫掉。这个蕴是模糊的盖住。那我们复习一下这里，他这里讲的，就是这里嘛。你看顷刻，对不对？霎时，哎，怎么会是这个时？这不是我们打的吧？太可怕了。
上一次我们看的那一篇文章，参考资料，他打成沙，可这没什么，他可能注音输入法错字，也不用后者。那时候竟然没发现，煞是顷刻金生相，金碎时，真的，哈哈，这不怪他了啊，这只是校对不清而已，这个不需要苛责，难免人有失手嘛。所以你看我们的。苏东坡不是有一篇有名的叫《行赏忠厚之词论》吗？你就是鬼混，大家都这样混，我们才骂人。我想爱之深则之切，对不？不是人家苛政猛于虎，哦，刁难你或者你看《行赏忠厚》，以忠厚之志这个断句要断。这样哦，不是自论断啊，是行赏要以忠厚之志，就是论行赏以忠厚为最高端了啊，以忠厚为上。像我们说礼尚往来，我们刚好《礼记》有一半已经开始那个上啊，就行赏以忠厚为最大的原则，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能变成苛刻对不对？他这个你看都是顺102秒哎。对不对？猝然，然后哎，霎时，对不对？你看，窘逼这个又很时间很紧迫，对不对？然后哎，稍选，地中也平静，所以他前面都写了那么多字，其实都是少选或稍选，就是他这里讲也不过几十秒一两分钟，可是你看，像我们上课也上好久，对不对？他文字也写好多，你就感觉好像度了好，发生了好多事，经过了好久，可是哎呦，唯物主义啊！其实才60秒钟，拜托60秒你能干什么？102秒，对不对？吃一顿饭都不够。人家说君子无忠实之见为人嘛，还是有一顿饭的时间呢，更不要说一炷香了。地平太我相信高中的这个，又来得很好。老看他读成怎么样？他是用"夷"这个版本哦。你那边也有地震吗？房子对吗？他这个很好。对，这就是相信高同宣照的内容。对，找人嘛。对，苦尽甘来，没错，这是正解，很棒哦。他补充了我们，我讲的还是一概括，他讲的很具，就是这样嘛。互相告的内容，他给你具体讲出来。你看我们跟他有仇没有啊？这里是不是语无伦次？可是他当然，他只讲这个相信告内容，其他都不管了，对不对？这是他的缺点啊，夷也不管了，老者的辙不更不管了啊。那遗憾无策，你看这也是比物了啊，这应该也是比物，这边无众。东南虽缺地无缝，其有妖物黄谷之。你看，又重点又来了啊！当时的圣人可能，这个我好像备课的时候有看到这里，所以我才发现这个人也被我比下去了。他也不知道东南虽缺怎么来的嘛。当时的圣人可能有观察到地震与地表破裂关系，但毕竟对地表破裂的关系嘛。可是毕竟地表没有破裂啊，地震完才破裂啊。他的意思，你看他的旧版说长期间，对不对？地有动。妖物才能藏在里头，地没有动，应该里头没有妖物，怎么会这样？那毕竟对地震成因浑然不知，这过。你看，我就是看到这就很不屑。他有用妖物来附会，对，也许有人这样，可是林先生绝对不是单单只有淡的意思，单单绝对不是止于如此。那这个怎么办？这是妖物吗？你怎么你？所以你看。他看到妖鬼、鬼神、妖怪，他却没看到乾坤和气啊！气是什么意思？他也不解，对不对？那这个就更不用讲了，这个是更早的神话，对不对？啊，那这样就大放厥词了，就好像你看，D卡 上面批评我们，大家的国文程度是这样，这样就敢出来写文章，觉得好像骗人家，我已经读懂毕登哥了，不是吗？你看，我们为什么录这个时间录那么清楚？你还有什么话说？
不是像这些人搞这种神秘主义嘛？你说你喜欢搞鬼神妖怪，你们还不是也一样？那你看我们这个石敬秋一五一十，一个字都不给你漏，不知就是不知，知道就是不漏，给你马虎过去。你们这个漏掉多少自己说，然后就哦，好像我看懂了，所以我有这个结论。我们程度比较不好，我学大家都做过学生或晚辈孩子嘛。你们看到那个长辈大人写这样，我们也不敢问啊，就哦是这样哦，原来这样就是这几句的意思啦。所以取法乎上，谨得其中嘛。你的长辈前辈是这种程度，我们当然就只能等而下之了，不是吗？心在旦随葬安全，像安全，他绝对也不讲跟白话的安全有什么差别哦。这也是重点啊，什么消息对不对？结束的束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在现在已经是众所皆知的道理啊。众所皆知的道理就是真理吗？也未必啊。那你就要保证以后地震这些学说不会被修正。人要小心傲慢啊，苏格拉底那句话，真的，他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有智慧。要觉得你都知了，皆知，常常就是皆知出问题。哥白尼发现地球绕日转之前，大家众所皆知太阳绕着地球。明明啊，我们都看到太阳、月亮绕着地球，没错啊，明明是这样啊，所以他们才被变成邪说嘛。怎么说地球绕日才被关起来，不是吗？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这有擦边球嘛？几乎完全嘛？那何仲卿呢？尤其是很重要，不就悲天悯人的那个特质文？他前面讲文学什么，还什么融入文学情感，结果他成篇就很少谈到文学情感。他这里是富含，不是融入文学情感。他本来就是文学了，而且含有文学情感，才能拿当作范本给人家读，你们也才会传颂啊。怎么还需要融入文学情感呢？是文学情感流露出来，让你吸收的。哎呀，他还需要融入，他都已经饱满了。那是缺乏才需要融入吧。你看比一柔，看他怎么讲。你看刚刚三唱歌，还有时候我大声放歌，三地震灾害是大家都不乐见。如果可以到一个永远不受，你看就避重就轻嘛，对不对？那这个来说立法到底在讲长哦，他有点用错粗心哦，错字太多。你看用神仙传典故，神仙传没错啦，他至少还没说是胡公，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真正是什么传，列异传，是不是？来复习一遍，这是不是都是人云亦云？我问你，来现学现卖，安德长房说地法，他的房变成屋了，房屋很妙啊，怎么会？他不打房屋，可能打输入法自动打出房屋，砍错字是不是这样？打房，然后直接带出屋，就要砍房，要砍屋就会砍错砍的嘛？我问你，这是不是众所皆知？大家都知道出自《神仙传》，可是呢，刚刚才讲，都知道才危险嘛。唉，对不对？是不是现学现卖，马上打耳光？是不是都知道才危险？其实应该是《列异传》嘛，曹丕比葛洪早哎。所以我们再补一个哈，应该不用了。你们不知道曹丕比较早，查一下。我还想讲三国魏的曹丕，这个是东晋，还不是西晋的葛洪。那么西晋更早啦，东晋还更晚。有吗？图都截给你看了。《列异传》也，《列异传》也有，对啊，也录给大家看啊，对不对？《列异传》太平年有吗？有人说地脉，只是《列异传》的说，很可惜，我这个只截图，我应该要把那个书名也截起来。可是我这里有注明了，这个是《列异传》。你看
仅见于《列异传》，甚至说哇，那时候真的好用哦，对不对？有人说是《后汉书》哦，他的意思是说非常防《后汉书》有传，可是说地脉《后汉书》没有，《列异传》才有记载，可能是这样。然后啊，对嘛，盖其位，然有可作为神仙占不足为出处的凭证嘛？对啊，你看这个。日本哈日族的注意一下，对不对？日本人整理的《列异传》啊，这个叫什么？先访幸子先生啊。我们不知道男的女的都一律叫先生尊称嘛？先辈的意思，前辈，先我而生，这都是文学语言。即使他年纪比我小，往我而生就尊重他，对不对？先访幸子或先访。看百度百科才说最早见于葛洪，神仙那是错的。是错的嘛？谁？百度百科嘛？然后大家就人云亦云，这是不是众所周知？唉，只说是错的，对不对？最早是倩女曹丕的《列异传》才对。我们不要说才对，才叫对。才更对，对不对？因为谁知道曹丕是不是第一个？也许曹丕还有再早，可是曹丕是三国非常防是东汉已经很近了，东汉完了就三国嘛。我想也不会太再早，总不能早于东汉时代啊。而且费长房好像已经东汉末了嘛，是不是？哎，还是他是西汉人，搞不清楚。东汉啊，他不是《东汉书》，对不对？才更对，你看用字前，这就是受过语言学嘛。那这样才对，我们白话的意思是才对，我这个答案才对。哪一天被人家推翻你，你那个不对，还有更早的。所以，我们这个更是或者叫才更，我才叫对，对不对？这个现在文学都习惯用那个符号，这更就是这个符号就是才更对或才叫对或者才更叫对这三种情形，那个符号的意思是这样。或者是他，或者是他，或者是两个在一起，都可以，才能用这个符号。哦，这是哲学、文学和哲学，近代、现代文学哲学家发明出来的啊、哦，表达是符号啊、哦，标点符号。自己看看谁才是真学问。在那诽谤这个孙守贞国文的课，你们遇到吧？你自己看，假如这些人去教你们，你们可能觉得他是好老师，这就是一句话叫什么？有眼怎么样？你觉得他是泰山还是我是泰山？对，有眼无珠嘛。你觉得这些人的国文造诣是泰山还是你老师孙老师我是泰山？不是因为我自己老王脉，自己比看看内容答案，对不对？东南碎屑也不跟你讲，然后呢，长房说地法还在《神仙传》，什么时代啊？落伍了嘛？哎，那个手势是这样，对不对？嘿，是不是？就这样嘛？怎么会是《神仙传》呢？《列异传》证据都跟早，连日本人都知道是《列异传》啊。台湾人不要闹鬼好不好？我是开玩笑的啊、哦，是反正这个爱台湾，那个爱日本，就是好可怜的中国，就没人爱中文。我不是爱中国，更不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爱我们传统真正的中国，哦，这中华文化和那个中文传了几三四千年的中文，你看世界上唯一那么长的语言文字没有死掉。其他古文明的文字都死了嘛？你看我们这些不孝子孙，你看，哎，所以我断子绝孙啊！我为什么不结婚？其实结婚也不生子，就是这样嘛。你生子孙干什么？真的是会令人伤心。当然，子孙也不是都不孝啊，也有贤，可是我们没有把握生出贤的或教到贤。其实有，能传几代，你干脆不生吧，断了算了。反正那些子孙也不孝，我们的文明就这样断，又有什么好可惜？你看我们的中国大陆还在搞新中国嘞，不是吗？
又有什么好可惜的呢？说实在的，像你要说中华民国早亡，对啊，而且中华文化有人还说，从净空到法师的时候，我连我自己也是啊。中华文化在，其实我们很比较高标准、严格标准，中华文化古文明最后一个早就灭亡了。文化大革命或者清朝推翻之后，那尤其台湾，你看本土化，台湾留的最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不对？老蒋搞一搞没怎么样，台湾现在本土更是很好，赶尽杀绝。剩下的就是我们这种败兵残将，那我守的是文字这一块，我还不一定是捧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有很多我也是不太那个，哦，像你看护卫传统文化谁啊？像什么民国初年刘师培啊、辜鸿铭那些都有名的嘛。像我们三四批评的胡志坚等等，当然是比较新派的。对不对？这些像尤其辜鸿铭有些做法，我根本都无法认同。哦，像蔡元培先生可能比较新，有时候我还比较欣赏蔡元培先生这些，反而老学者反而不一定。哦，还有黄侃先生嘛。总之，像老孔子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对不对？就是这个嘛。你看都变关键字，"如有所欲，其有所好。"我没有说一定要老派哦，就像我当初选国文，没有说一定要读师大，只不过师大比较偏古文嘛，我就想读古文，不是说好古，我觉得古文是根嘛，你搞现代文学都有点浮泛轻浮，你根都不先扎好，你怎么飞呢？看到这些，一定八成都是新文学的，这个弊病被这个毒害，不就他们已经现身说法了吗？我们何必还要？你看所记载，非常方有说地术来假想自己若有神力就能免除。对啦，是没错，可他讲的没有我们透彻嘛？为什么有神力可以免除？因为可以控制地震不发生。尤其你看，说在有说地术跟有能力免除地震烦恼什么关联？他是不是没有讲透？对，没有想破，还是隔一层嘛？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囫囵吞枣。模模糊糊是不是？那这个是怎样？本文结果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图？哦，这个很好，哦，谢谢他，这个很棒啊！感恩他，这好的我们好嘛？先关掉，我用外面那个整个放大，我们来看比较好一点。这样，哎。郑士南和叶水田是什么意思啊？1978、1983什么意思？怎么看？这要怎么看？本文结果也不对啊！那这个太模糊了，根本都看不清楚。大渡，这是什么县？2020好像是在彰化嘉义，没错。去，彰化地震中哦，20行彰化啊，受灾较严重的地区，大陆上中下保，北投南投，你看那个北投南投，奇怪，到处都有。这投在到底在台湾的地名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被日本文化影响？问台湾专家应该懂。图中蓝色星星符号为本文推估之正阳哦，那其他是人家推估的哦，所以他是我们就说他是一个科学家嘛，他推估正阳可能在这，蓝色正阳可能在这。图片载自截取自灾害地震，
盛世难人啊，就郑次郎叶守天推故事在这里。这个作者大叔，这个叫大。想想今日我们就略过了啊。那我们跟你看，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林占门先生留下来的。像前面有一个人翻译说什么啊，他也知道认命了，那、啊、是消极的。他安得长房收地法就是这样嘛，要好好研究嘛，找出控制地脉的方法，像废长房一样能够控制地脉就好了。嗯，这一句他讲科学。自是乾坤气吞吐是最科学的一句，竟然都不讲，甚至这个都可以讲。他甚至我们可以读成哪里有，就反驳不要这种附会说嘛。所以他才说世人哪里知道这个原因呢？我推估啊，应该是有什么能量在那宣泄，只是现在还不能掌握嘛。不是说有什么妖怪。那你看，我们虽然好古祖先跟我们讲，以前共工失败之后把天柱弄折了，可是。你看不地震的时候，我们东南沿海或者台湾这一带也都很平安啊，那怎么会那么那个？那一定是有什么能量积在那里，跟共工没关嘛。共工只要把地柱、天柱弄倒了，应该常常动荡不安，不会啊。那为什么有时候平静很久，有时候突然那么严重？所以他说一定是有能量。你看很好，吞吐就表示有能量在吸收、释放，就好像下雨循环嘛，对不对？世人哪得知其或究竟的原因，包括我自己。他第一层是否定一般肤浅的，就附会一些神观；第二层是否定他自己也包括在世人之内，也是智者亦愚昧嘛，还是不懂，所以才像这一位先生讲的，要继续研究嘛。唉，很深阅读了，哎呦。维基百科还有1848彰化大地震，那正好看一下，是不是隔两年又大震两次呢？1845，台中地震，这里是隔两年欸，可是这是更早的，它这个1848是1848是这个呢，金岁耶，前一年，所以应该是要嘛就是1849又有一次震，要嘛就是一般人说隔两年的1850，1845，哇，真可怕，假如真的是这样，1845又震一次哦。彰化绿港地区反而嘉义，也许嘉义那时候行政区划分不一样。那这有没有讲余震呢？他最后说隔年或者隔两年，一般是说隔两，我们主张还是目前比较可靠，还是隔年啊，根据他的序来讲。11月初8的整个这个谁的文章？讲正心，是他应该是也是引用人家的、哦、台湾总兵李恒安奏折，对，哎，对，可以查查清朝奏折或者实录。11月初8，对不对？就是他这里讲仲冬，11月嘛。辰克子丑寅卯辰巳午，那辰克同时地震。日停午不合啊，停午是正中午，辰还早嘞，辰是早上哎，辰巳午，辰在7点到9点呢，怎么可以说是日停午哎？早餐才刚吃完，这还需要再研究哦啊，有心研究的要再那个，那这个你看，龙山寺受损，这个咸丰2年还晚一年呢。
这个应该可能资料不足，或者地震专家或历史学家可以在，才1000多人死亡，所以他说有1000人死亡，可能根据这个，哎呦，这个好哎，参考资料。对，编辑它显示的文字就可以。你看，它就会变这样。所以电脑你懂它原理啊。但我们这个其实在参考这里也有嘛，我们这里有参考其实，对吗？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也是跟它从它那一篇文章来追踪来。看，在前2年前，还3年前也有台中大地震，那48，他又说今年附震2次，哎，我跟你讲，附震2次可能不大，对不对？是吗？他是说附震还是大震？大震呢？还2次？这个我们就一样，贴在这就好。谢谢这位先生的。著名版权参考是这一篇文章。从地震歌看古地震，好，这个 OK 了哦。接下来，这本书不用了。不用了，那个台语的我也看不大懂哦，不好讲评。可是刚刚已经给你们点出一些美嘎啦。那因为地震歌还有一些别的啊，我们原来是看这个啊，它会跑出一些儿歌什么的，不相关的啊，那是另外。哎，这个是哦。那我们这一课快要圆满了，接下来是下一集，我们是要探讨那个代词性副词啊，这一课就圆满。哦，哎，怎么有点像啊？一样吗？对呀。就是他这个是没有什么大错，确实是这样啊，只是没有讲那么透彻。东南这些一样，这个一样的啊，也是大树吗？没人抓到这里来了啊。哎，去年底的嘞，很近的，哎，为什么会这样？
这同一篇的嘛。地震歌并蓄爱丝网，这我们之前准备也有看过啊。这个是什么？然后爱丝啊，对，那么多，可惜他这个登录会员看不到内容。爱丝网它竟然那么多注释，那是根据什么呢？对不对？看不到就不要怪我们了啊！看我们这个也没有智慧成鸟的人，这种就要搞的啊，注释还不少。那我们看东南睢睢地无缝，还有没有注？没有，对不对？还注乾坤，乾坤还要你来注啊？大而小而有没有？一定没有，他是注少选，少选一定是。对，啊，金正，它一定是助阵，它是辅阵，它是这个版本，那就不用怪它了。你看辅阵改金正，金很重要，这个辅阵就可以辅和正相极，对不对？那你说它为什么要改金？为什么是瓦类的或土烧的器具不用别的材料，木头的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做木阵，要金阵？那人家这样修改就有用意，这个就文学嘛，你懂太多了。它金就比喻贵重和坚硬嘛，用这种文学来形容地震的可怕，强大就是坚硬这一方面去想，贵重就表示灾情的惨重嘛。你这样才掌握了文学的灵魂呐、啊，知道变什么？你自己在写文学、写作，你也懂得去驾驭或应用这些原理啊、原则，七星大法以及王什么两套心法。就够你做中上等的才子了啊！不敢说是顶端的，可是中上绝对有。你把它练好，不会亏待你的。我们也没有版权，也不给你收费。那这个就只能这样了。它这个还是旧版的啊，还是哦，就略过去了哈。登录了，它也不一定看得到内容。可是有一个好玩的，就是我用关键字找好看，比如说这一个。对不对？不一定别地方会有公开。爱丝网当然不用，没有。我主要是要看它中间有这个数字的，也只有它。我真希望哪一天我在网络上或在哪里听到谁来批评我们石敬秀很烂，不是你们这些母鸡阿 gay 啊，哎，这个母鸡阿 gay 啊，成不了气候的嘛。嗯，家成不了嘛，小混混就一事无成才叫混呐、啊，只嗯，会真混。囝。哎呀，你看台大、师大什么都开放课程，这么多教授，哎呀，我真的希望，像我有时候播这个石金秀或那个直播的时候，在脸书，哎，我的夜师黄佩蓉老师也会看，不知道有没有在看内容，对，啊。林子佑同学在看着，你是已经转到我母校？哎，走了吗？你是转到我母校那个什么师大？哎，好像离开了。哎，我要挥手，为什么没有反应？还是已经离开了？你转到你是做我学弟是吧？转学到师大，很棒。假如真的是的话，你讹了，好像上一次有在你脸书给我看。正好你去师大，你看看混的是不是还很混？是不是像老师那时候讲，要靠自己啦，你要信。你看，刚好你们那时候没有选那个地震歌读这个新的，你学弟又有读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就在看，你看我们讲的跟人家解的差多少，都在那鬼混，都该讲解的不讲解啊！你自己去比较，你看我们录了20几集了，人家我这个到尾声啦，我不会倒回去重讲，浪费时间。还在看这一个，好像刚刚关的这个啊，已经不在了嘛，没再看了啊。我不用问你多讲几句啊。台湾古诗啊，还有心得哦，来心得分享。好，这个稍微看一下，这个给他留一下。其实我们就直接贴上就好，贴上 Google 这个也可以。哟，它的字竟然是这样，标题是，我们可以改内文，
那他这有一点就表示不是那个。那就怕你不知道这是超连接的，就它变成蓝字。或者样式给它贴超连接会怎样？好用药是。整个脸啊，还是那么大，至少要清楚一点嘛，没关系。哦，你看这个我还关不掉它，卡在这里。好，那这个。这样点应该也是可以追到那一篇，因为我是直接复制 Google 的网址，你知道吗？作者还叫一流才子。哎，这是很好的，人就是不知希望啊，那觉得自己了不起，活得哎呀，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人世代有未曾翻的，谁说的？中国内地地震啊，好像只有台湾有地震一样啊。台风是可能不会，对不对？沿海才知道，这种新闻都有点轻浮了啊。你看，47岁，对啊，我今年的年纪也是10岁，47。我今年过生日，我就47岁了，有29。你看他鹤山，鹤山这个顺便讲一下啊，课本没有这个鹤山，这个山就是同音字，清朝人字号会这样，它同音字它可以通用啊，那可能是怎样？哎，林子又有在线上，可是这里怎么没秀？可是竟然会有留言，还是他没看直接留？啊，这要注意啊！他有可能是朋友叫他鹤山鹤山，反正谐音嘛，就可能有时候可能写错字，他也接受了，或者说他朋友留下这个文献，你也不能给他改啊。就说这个人有这个鹤山，可能是这个山也是这个山，啊，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我是研究我清朝学者翁方刚才发现，因为。我们会注意，哎，怎么同音错别字？因为这个现象太普遍，才知道原来是当时一个习惯。这个捐要讲清楚，音捐、捐钱啊、捐资，有一个成语叫捐资。那国语词典会不会是？有嘛？对啊，捐资嘛。那你说为什么不是这个资？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当然可以啊。这个捐资就等于是捐物资。要知道一点，就这个资可能是比较抽象的。
哦，像资本主义啊，对不对？物资不是真的，虽然物资是具体的东西，可是它就像英文的这个集合名词一样，它是一个抽象概念。物资不是具体的指里头几碗泡面、几箱泡面，是说整体的一个东西，那个概念叫物，懂吗？所以它是有比较抽象性的。那这个资呢，刚刚那个资就是比较具体的。那捐资就是真的具体的钱财或者什么东西啊，这资它是，你看这时候通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一种可能是比较，可是他说名词的时候是通知啊，其实这个资应该也是具体的资本，原来它的意思叫资本资财嘛，可现在一般白话用资好像是比较具体或集合名词 collection 啊，并不是说。具体各个单一的啊，个体的那个意思。你看名词部分，那么都是比较一个集合的概称啊，抽象，就是具体的那个物件啊，什么东西啊，什么配件啊那种。这应该是漏掉了。道光21年日，同志，这个我们就略过了。啊，直播断断续续，那可能就是那个不好吧？哎呀，我怎么还插着电？啊，因为这一台手机可能就是有时候又什么过热啊，哇，好像还宕机了，对不对？是不是插着电过热？我就是耗电太凶，突然就没，好像宕机了，突然那个。不过也该差不多要休息了，我都干脆录下一集。哦，当掉了嘛？对啊，断断续续正好，我才拔掉插头就断掉，那就看一起读懂石敬秀吧。我录下一集好了啦，这也到一段落，你看没有关闭应用程式了，下一集吧，当机了。好，我们石敬秀暂停。阿弥陀佛，我们太晚了啊，我睡不着，或者明天早上起来再继续吧。10点半太晚了啊，就请。今天就到此了，拍谁了啊？刚刚那个林子佑以前教的啊，去年而已教的学生还自愿做班带，很不简单啊。那个教育系蛮有企图心，一个用心的孩子，不错啊，文化少见的潜也具有潜力的学生。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晚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难得日夜颠倒啊，三更半夜，真的是半夜还过了啊。反正还有精神，去躺着未必睡着。我们接续上一次啊，看这个网络资料。写作年代是道光27年，内容啊，他讲介绍他的文集，是27年开始吗？他确实是有白居易的风格，但是他也有跟杜甫学习。其实白居易也是学杜甫啊，陆放翁也是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尤其我今天上课。跟同学有提到的，对不对？安得广厦千万间，这很明显，他诗最后是模仿杜甫那一首“茅为秋风所破歌”的名句嘛。这太像了啊！安得是一样的，安得是一样的。那就都给它标起来吧。好，可以看他跟谁学。那个这个是清朝初年，这个全台文、全台诗，那时候我们有看读过嘛。然后。
那个潜台词这里有吗？哎，对啊，有读过嘛，都介绍过，那就不重复了哈。那你就可以知道吴梅村吴伟业，啊，吴伟业他是，你不知道吴梅村是谁？原来按住 Ctrl 再按，哎，又发现一个快速键，按住 Ctrl 再按这个滑鼠左键，它会把这个两个句号之间的内容选取起来，它会选取整句哦。你看，啊，两个句号之间，又学到一个快速键，可是这个用的比较不到，比较不常用哦。没有说吗？每次就无尾音，看。因为他是明末清初的嘛，他感时伤怀，可能也是那时候香港那个朝代变更嘛，那因为他那个林占梅先生也是在那个开始清朝开始衰落哦，那外敌入侵，像英国啊、英法联军啊，甚至后来内乱，太平天国也起来的时候，他也有碰到嘛，他同治年间才过世。前面好像有介绍嘛，对吗？同哦还没有，元年就过世了哇！所以他很短命嘛。今年我47岁，周岁，10岁就是他过世的那一年哦。他只活了47岁。风格多样，要多读才知道。我们光读他这一篇，当然就没办法。这个许仲干之前我们也，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参考《全唐诗》的资料，结果他有没有？何进有没有一模一样？诗味多情味，他只不过给人家改这个引号变这个。可他有没有像我们这样注明是全台诗的资料，还是全台诗是抄别人的？我也不知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到了哦，还没说我这里参考全台诗，也许他在最后面会写，这样也有点道德，不要都不注明啊、哦。像课本我们前面有抓过他的歌，对不对？理解这里，这里是也是参考人家网络资料嘛，状物写像那个四个字是人家的文字嘛，都不讲。当然我们课本它不会注明出处了，这可以说是课本的体例，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可是希望不是自己想要暗扛，而不去注明出处。最好还是良心一点，人在做天在看，不用做自欺欺人的事。这只有自己，只有人不知道啊。除了人之外，连动物都知道，他只是不讲而已，或者他不会用人的思维或者语言表达而已。那其他桌椅板凳什么都知道了，不要以为人家都什么都不知道哦。只有人知道，人有知觉，人有知识。那我们看一下他用的是什么本色。什么版本？主要都看这一句就知道，都跟课本一样啊。从此夜眠心不已，老者无策，无众，你看，老者无众，少者疑，怎么会是老者无众呢？来哦，可见他连这个文本都是抄人家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看那个什么版本，真是太扯了哈。那你 copy 人家，你也至少看一遍。那这一篇我看也不知道怎么看呢、啊。这个部落格的作者也不是很认真，那还是我们这个第四篇的嘛，是 Pistol 嘛，匹克邦的嘛，对吗？台湾怎么会强呢？怎么老出这些鬼混的人？对不起，我讲话重一点，是不是？证据摆在眼前了、啊，不是我们谩骂嘛？来看，不是这个，好像是橘松先生的啊。他还说，哎呀，他可能一时没注意，哎，这个没有，那是哪一个？还是我们上一次就发现了？我记得好像上一次就不知道谁这里就，可能是打错字就不苛责他了，还是另外一字？这里霎时的时嘛，这个可以可能注音输入法同音字嘛，很明显。啊，不去追究了。反正有《诗经秀》，你有兴趣，《诗经秀》都
若隐若尘，老者无众，少这应该是错，这不是版本不同。老者无众不通嘛？什么叫老者无众？安得常乎？你看，哎，奇怪，他这个哪一本呢？我怎么那么有印象？还是上一次我们讨论到的？不会啊，上一次我记得我们知道啊，该不会是这个？真的是这一个科学家的这个？搞什么啊？老者无众，真的哎，哦，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熟？安得常乎嘛？哎，难道是有别的版本吗？因为他这个，除非他也是不知道抄谁的版本错照录，不过他这个分开这个人应该不会卡故里把他中间那个杀一杀，录他这个文本吧？藏污缩底吧，根本就乱七八糟，对不对？然后藏污，根本就错了嘛！你看我们看了那么多版本，对，有全台诗的网络的一些版本，有没有藏污啊？突然倒下了。哦，反过来放。也没有藏污嘛。你看《天下文章》一大抄，藏污看到没有？安得藏污缩地法？你可以看上面放大镜。这也是藏污，然后这样，你说这种相同的记忆率有多大？就是骗笑呀，还不大家 copy 来 copy 呀？现在电脑更方便 copy 抠进去，自己比看看有几个像我们真的叫孙守真嘛？对不对？是不是人如其名？唉，这好像就是抄人家的嘛，他可能只是转录吧，也不要说他抄，那网络文章可能就是分享转发的，根本都没有讲解嘛。哎呀，害我对他还是蛮有期望的。你看，现在半夜不睡觉来看这个就是。你看那个金正香破碎，我刚刚才跟学生分享那个，这是我刚刚才补充的，这个这之前就有，金正香的这个金，你看一般人都不讲金，可能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辅正嘛，应该是林占梅先生的原版，他后来改记载辅正当然差嘛，金正才比较有文学语言嘛。辅政就完全是科学都没得讲了，就是崔杼的器具摔碎了，复习一下，是不是另外一种版本做辅政？你用正找就好。因为我设那个。接收这个，你看这都金正啊，这是辅正，对不对？玉破裂哦，你看玉破裂这个超烂的，香清碎，你这两句国文程度差的也知道，香清碎比较文雅一点嘛，玉破裂够白了吧？所以我们就批评过他这个诗，有的太白过头了，白居易白还不会，他这个已经白到熟，有点打油诗了。所以我们都是就事论事，不讳言的，不会为长者讳，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不是说哦，因为他是我们台湾先贤或者怎么样，就拍马屁。我说难听，我们一开始也就说明白，清朝的诗人还轮不到读他了呢，要不是本土意识起来，对不对？啊，
要注意这些井啊，不要活在自己的井里头，夜郎自大就是这样。那大家都是用中文，都是用汉文，汉字中文，你当然要有一定的水平。就像用英文的，你不能说我是美国人，所以美国诗人比英国一定就比英国人好，然后这样文法都一样，文字一样，当然要完全回归文学的价值去评断嘛，不能说因为你是本土或者你是本国的就说自己本国的好，完全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然后可能这样，那干脆就大家都说自己好就好了，还搞什么文学批评？艺术本来就是跨国界的、跨领域的，不能，除非是像我们语文是有中文、有英文这样之分嘛，语文不同当然不能互相比较，可是文学的那个技巧和精神是类似，可毕竟不能比文学。所以我刚刚举的例子，像美国美语和英文嘛，对不对？那用英文的国家那么多，你不能说我是本土的，我本国的都说本国的好。啊，当然，哪一个国家不会先读自己国家作者的作品？对呀、啊，可是你读这些作品的人，你要注意，尤其受这些国民教育或学校体制教育，要注意会不会被国家洗脑了、啊？那个警觉性嘛，不要人家说好你就跟他说好，一点主见都没有。今天稍早我才跟大家分享那个释迦牟尼佛，刚好看到那个堪布分享的一篇文章。无外无事，无更爱真理，所以你看这个道理都通嘛。那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不是一样吗？对，那我在正德佛堂听常利老和尚开示的也是啊，你看，对不对？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无外无事无，这又不是光亚里士多德讲的。那亚里士多德就是我们常讲的苏格拉底的徒孙嘛。他的师父是柏拉图嘛？柏拉图可能名气最大，因为一般人生活都知道什么柏拉图是埃及。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也许还没柏拉图名气大。柏拉图就是靠着一个柏拉图是埃及，流传在民间坊间最通俗，不读书的大家都知道，那一个生活上的词。那佛菩萨也是叫我们不要迷信嘛，你一定要自己去思辨，即使是他教给我们，你也不能死脑筋去依教奉行，自己要去思辨，不能人云亦云这样，很不应该。你看什么都不懂，然后就批评人家佛教是迷信，我真的啊，自己要怎么？所以现在遭受任何的困难或者被人家伤害，我都觉得应该的啊，光以前的罪都赎不完，还有什么好怨天尤人？你看人会这样想，不是整个世界和心地都扩大？你看，所以我们的文学教育就出在这里嘛。我先问你，你里头字句都读不懂，然后自己就在那发挥一大堆，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你好歹也要像我们这样。一起读《药师经》，每个字几乎没放过，我们不敢说百分百，可至少竭我们所能了嘛。丢三落四，甚至根本都不讲解字句的，然后就发挥那么多意思。你能够发挥，一定看懂原文嘛？说你怎么可以发挥这些？否则就是蒙着头，就像蒙着眼睛在开车嘛，骗人，欺世盗名不就是？那你就看不懂，你怎么知道他笔触下是什么情况？要么就是只是就你断章取义，就你看得懂的去那发挥而已嘛。唉，为什么都这样呢？其实真的说难听，都是欺世盗名之辈。你看那个，我们纠正多少错误？所以我跟学生讲，为什么花时间贴给他们看，不管他们爱不爱看，尽我们责任讲。你看长房缩地法，大家都以讹传讹，什么葛洪生啊、曹丕列异传。全天下，我看只有我们知道。人家说神仙传，就跟着说神仙传，没有人肯去把神仙传拿出来看，都是这样偷懒的，然后就这样开始发挥了。怎么样？你看，甚至长房缩地法变成藏污缩地法，是不是？来复习一下，我们没有污蔑人嘛，藏污对不对？笑死了，房屋，这我们还推他可能是打长房。然后因为注音太聪明了，他打长房，他自己注音输入法对自己给他打添个"屋"字，因为房屋常连用嘛。
结果他可能要砍掉那个屋子，就砍错，砍成房，就变成藏屋。哎，你看都可以，这叫现代教刊学、教丑学，都知道这种错误可能是怎么发生的，跟输入法有关嘛。像刚刚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橘松先生，对不对？他说那个什么霎时，他变成食物的食，那也知道注音输入法造的孽嘛，造成的嘛，对不对？但是不像刚我们地震歌里头，他提到啊，岂有妖祸狂之，我们不就知道了？东南碎屑地无缝，对啊，我们就知道原来是输入法在里头作怪嘛。这个妖物就输入法，这脑袋是活的，怎么会把妖物只读成妖怪呢？这道理不是都相通的，对不对？首先他们为什么会打错字？岂有这个输入法在中间作祟？就太聪明的输入法也害人害己，看到了。但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名侦探柯南这样推嘛，也许就真的是这样，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推得出来。就像名侦探柯南为什么能够破案，谁不是这样推理？啊，被他猜中，被他推正就 OK 了，就破案了。那，你都不是的，试着去合理推理推想，什么都不知道，傻傻的，只好坐以待毙。扯一大堆，就不跟你讲文字，就不跟你说文解字。所以你看 D 卡上面谢谢学生菩萨给我授记嘛，我们佛门里头说是授记，授记以后可以成佛。谢谢你们授记，就类似我们白话里头讲的背书啦，帮我背书，就不用我做保证人嘛。说这个是超爱说文解字的老师，对。然后问你文章。句子，你讲的话是不是文和字组成的？你不说文不解字，连字和文都是不解不说不了解，你用这些在用什么？你看就像这个一样啊，你看现在人逻辑绝大多数是五四，我不敢说古时候没有，可是至少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至少我们中文外国我们也不知道不熟悉，我们中文界血淋淋活生生的实例不就这样？文字都不解，就在那大放厥词。这些学生不是菩萨，不是也是一样？还行，带着冷嘲热讽讥笑。哎呀，爱说文解字。那我问您，你用的不是字吗？你不是很奇怪哦？你讨厌说文解字，你汉字文都搞不清楚你在用什么？还觉得自己都懂了？中文你懂？那天天用，要不就不要用嘛，都不要讲话，不要写字。你看，你可不可以活出两天？一天你就发疯，天天还在滑手机，你手机在滑什么？还不都在那按键盘打字？中文为什么必修？谁教你是要做中国人，你要做这个语言；要做台湾人，要做中国文化人；要你做英文，还是要用英文，都离不开文字语言了。英国人他们也要说文解字啊，字和文都不懂，你怎么用语文？怎么用文字？奇怪，竟然还你义正辞严这样去笑人家来说文解字，自己不懂文不懂字，却可以再用文再用字，自己都不觉得很滑稽、很荒谬、很谬论、很吊诡。就像这个奇怪，文字都不给你解，就发挥那么多了，好奇怪，那你怎么懂的？那你懂的，我合理怀疑是有问题的，里头一定很多错误或者错觉、偏见嘛，对不对？你要证明你真的读懂，就像我们实际一样秀给你看，一个字都不放过，解不出来或者没有讲的，就合理怀疑就是不懂嘛，或者故意偷工减料略去，或者讲好听就不小心略去，我们也会啊，难免总会有些略去，有些觉得不需要讲就没有略，你自己也可以凭良心去衡量到底是哪一种略去嘛，对不对？省略掉，眼无法看见，只能靠耳朵去聆听的情况，勉强听到却是轻微细小的声音，笑死人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前面批评的，他就是翻这个盲耳声聋为奚数嘛，因为他查字典，奚数是轻微的，他就卡在轻微，奚数的重点。所以你看这个，就像逻辑还是俗话，笨蛋，重点还是问题不是在那边。奚数主要是杂声，不一定是小的。
对不对？即使它是小的，你不能呆呆的就只以为是小的声音啊。带回二座地震场景，只有小的声音而已，都没有大声，怎么合理嘛？怎么会只是轻微的小声？如果只是轻微的小声，有什么好害怕的？早就可以出来。所以后来大家不是一众口一词同宣照，你看电影《战火下》，《战火下》会是轻微细小的声音怪声吗？那有什么好可怕？只要是轻微细小的声音，哎呦天哪，真是搞不懂。然后叫，请各位要读《思想方法》，这位先生一定也不爱看嘛，就喜欢这种附庸风雅、看看文学的东西，反正是都觉得自己就懂了，不肯用功，然后没有走路就想了学分，大家都急着要长大、要做大人，对不对？你看。完全都不解释，就自己感觉逃难躲避的天地间都无人般的万籁寂寂。哪一句？哪一句无人般的万籁寂寂？只因为这个吗？这可以翻成万籁？什么叫万籁寂寂啊？什么叫万籁？他只是说大家屏息，最多是人活着的人或者没有受伤的人不出声。万籁是不是只限于人声吗？乱用成语嘛，国文不学好，不说文解字，就会造成这样丢人现眼。天地怎么会无人问？难道那些被压断手足、前天折枝破儿的，不会在那哀嚎吗？那些畜生没在那叫，房屋没在那挡他，前面自己还说好字，至少你说你自己说，至少还有轻微细小，怎么会说聚集耶？集什么叫聚集？啊？根本就乱七，你自己看是不是根本就神魂颠倒，根本神志不清嘛？对不起，我们都讲很重，你这个真的是误人子弟啊！这些人就出师了，就有脸出来见人了。哎，而且 D 卡上面反而没有人出来讲这些人说，哦，这种人这种也这种答案也敢出来丢人现眼，反而伸手真的只教批评那么多。真敢！我不是抱怨，我刚刚讲过，这都是我自己的现世报，没什么好抱怨。我是说同样的标准，对不对？哎，这就像黄钟毁去瓦釜雷鸣嘛，有什么好抱怨？你看我们答案跟他的答案，你觉得是一种不需要批评，反而一直批评我们这个是啊，上我的课很累，当然累啊。你要学真功夫，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嘛，对不对？嗯。真是处境久了，更兼加身经此事，再难忍不忍，不能老早的惊魂动魄。啊！你看，不论老少都惊魂动魄，他翻这个通吗？只能说可以，可这不是很精确。人家主要是讲说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跟惊魂动魄意思还是有差别吧。旧情忐忑万不知何时地牛方身让人命丧黄泉，这样是可以的，真的睡不着嘛？都不说文解字，然后就自己用自己的领悟力去用自己的话来讲。那你有没有忠实于原文啊？不管了，也没人去追究。作者不单描写地震后人们心理，更描写台湾人对鬼神之说的问号。人遇上我当天的难免受迷信啊！是，我问你这里哪一句是迷信？甚至我们反过来已经讲过，岂有妖物蛊黄之，他根本就难道有吗？是反驳的语气耶。那你可以说他对啊，他反驳台湾人一般的迷信嘛。根本都用自己的理解去给人家乱讲。自己想当然了，这里哪里理性？乾坤气吞吐，天地之间有一种能量在释放。我们现在的地震学说不是也是这样解释吗？你也在迷信吗？那哪里有剧烈迷信？不要像另外一个人讲，也不讲出来，像课本也是啊，就这样让人。对，没错，你看人家好的，我们不会慧眼嘛，可是他。让你自己去猜他讲哪几句，对不对？完全不解字的，
你们真的读他这个自己会那么认真用功去找哦，他是解释这一句，所以合纵轻就轻视他这里不算严重，这重是严重，是这样吗？那这里讲的是没错，不会因为自己平安就不管，就是前面我们都发挥过了，就是他悲天悯人没错，悲天悯人，你想看我们一般用悲天悯人就是自己没事，假如你是有事，这叫同情，对不对？或者不一致。先不像杜甫这样管不了自己的时候，先帮助别人，这是超乎比悲天悯人更悲天悯人。一般悲天悯人是自己没事还能去关怀有事的，对不对？这是正常的悲天悯人。当然还有 double 型的、加倍型的，就像杜甫的，自己明明很糟了，还希望别人好，自己糟怎么样都没关系。像陈次举女色，你看自己一生病，还是把钱都捐出去啊。他没有把钱拿去给自己看药啊，把自己的病医好、治好，或养买保养品第一嘛，对不对？我怕他以后一没无闻，这些圣贤要值得留名的陈素菊女士啊，你们自己去查，还上过《太医》杂志的，尊称他还是可以叫他一声先生，对不对？我们讲过，女士并不是很尊称的，只是客气的称呼而已。人家说地法跟奇门遁甲术一样吗？以我理解是不一样的东西。奇门遁甲怎么会跟说地法？你寻找一个安乐哦，他原来要躲到一个安乐邦哦，不爱台湾，跑出去移民了。哇，这个要命啊！居无乐土哎。无乐土就是我的家乡哎，我们这一块乐土怎么会去寻找哎？你还要找哪里？这就是不说文解字的弊端，看到没有？你无乐土可以去说是寻找吗？我的乐土啊，那他就把这个写成什么天之还原嘛，自己填一个我梦想中的，所以不是现在我这个乐土，不是我现在这块土，是梦想还没找到的，对不对？原文没有讲他梦想了。我乐土第一个意思解释就是现在我这一块土地嘛，他的一块土地到哪里了？台湾人，怎么还会去寻找？哎，要不要求自己说？他也不讲到底是神仙传还是炼狱传，他一定也是神仙传，甚至可能连神仙传都不知道。其实真正经历过，扯来扯去。台湾就是太多这种假东西，中国也是了，都一样。中国近现代从满清开始衰败，其实满清会烂。康雍乾盛世，我甚至后怀疑是一个纸老虎，假的，所以后来才会败到一败涂地，到我们最后，整个民族自信心丧失崩溃。我觉得真的很可能，可惜没有让日本人统一，因为中国尤其像满清。败了之后，整个中，你看中国近现在从元朝之后，就是需要一个还有优秀本质的民族来统治啊。比如当初是蒙古好了，成吉思汗、忽必烈，后来朱元璋出来了，汉人挣扎一下，可是整个明朝的政治自己看看嘛，汉人像怎么样？然后呢，满清来了，终于有点样子。那假如当时给日本人统治，你看光看日本人近代历史，至少他民族自信心没有丧失吧？可是我觉得日本人还是好像还是有一点自卑啊，就是相对于欧美啦，因为他毕竟接受西化。可是我觉得至少比我们中国台湾好太多，尤其台湾还会媚日嘛，又被日本统治过，唉，所以中国人活该没福报。也不要讲什么民族主义、南京大屠杀，那都我跟你讲哦，对不起，我讲一句很严重的话啊，也许有很多人反弹。可是我们是凭良心、凭科学讲，大陆人不是要讲马克思主义科学，根本就 bullshit。他就是为了巩固他民族主义或民族自尊或自己民族本位或者是国家本位，才能一直渲染南京大屠杀。哪一个战争没有屠杀？那为什么不渲染洋葱十日屠啊？满清不是也洋葱还一直拍清宫大戏？还什么《甄嬛传》一直在赚着观众钱，战争哪一个不残酷？
当然日本人的变态是那个，可是也不需要无限放大成好像民族的仇恨或什么那个，哦。他这里不错的地方就是他至少还借由林占梅先生懂得悲天悯人，所以借此说我们人如果只懂得自私，自己平安就好，不管别人死活的话，就好像我啊，我也可以自己学会中文，管你们会不会，你们，可是我怕我以后往生会到上帝面前，人家说你会了为什么不教人，所以我留那么多十进秀嘛，就没话讲，人家学不学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对不对？我们毫无保留了。对啊，哦，总之不要自私，像很多现在智慧财产权就是这样嘛，哦，还不是拿自己的智慧去赚钱？人家就像有些人想开的，一个人吃能吃多少饭，睡能睡多大的床，住能住多大的房子，都是一些虚荣心在那作祟。当你看懂、了解这些的时候，人生要多少才能满足？那多余的不就是可以奉献给别人吗？这样你的生命不是更光辉？到最重要是死后你的资本才多啊！你生前都自己享用完，死后凭什么说你这个人有什么价值？因为你该得的你都得了，是不是？可是我们该得的，我们不享有，甚至拿出来跟大家共享。人家说"常富天下"嘛，"己不为有，己欲有"，对不对？就像赚利息一样，这样不是越滚越大？你看，来佛教里头，佛教里头也教我们说要布施才能越得财富嘛。道理是类似的，那上帝为什么有 Thanksgiving Day， 对不对？有感恩节，你不要觉得你得来是应该的，你要更懂得去付出啊，你才会越来越富有。啊，原来对这一篇还蛮抱着蛮大希望的，啊，完全失望，甚至他文本根本都不认真，他完全也不解释啊，自己在那发挥，当然也不能全部全盘否定，还是有他至少。在我目前看到他着重在讲到他把悲天悯人这一点有比较具体勾勒出来，可是勾勒出来也没超出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解的范围啊，所以还好，看这个一方面就是看别人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注意到。好，下一篇吧，看看我要圆满。接下来是要看这个同学提到的一个同学学生菩萨提到的一个代词性副词啊，最后一集我们再看，我也了解一下，我还不知道什么代词性副词。结果现在好像高中文法，还中学文法教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国文教育就这样。结果你们会有代词性副词的，反而读不懂。我这个中文博士，什么叫代词性副词，我都不知道，我还比你们读得懂。啊，我问你，你们学那个代词性副词干嘛？浪费死，那才叫浪费生命学问，背一大堆些专有名词，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也用不上。书到用时方恨少，对不对？真的碰到该理解的地方又派不上用场，那背这些专有名词有什么用呢？就好像以前我读书也是啊，教一些什么转品啊、比喻啊，那么修辞最常听到双关啊、写生双关、借代格，像借代格我还是来借代格，我还是来教书才懂的，真正弄懂什么叫借代格。以前还不是当个名词，就像你们背代词性副词。一大堆的死学问啊！好，接下来这个一般的还 KKBOX 的地震歌当然就不用看了，所以我才再加一个关键字林占梅嘛啊。或者有些像接下来是有时候是地震防地震、地震教育的，也是也有林占梅的，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有几个重点，看网络资料至少目前累积，就像我在 LINE 这里，还有我今天在这个还选择了这里跟学生菩萨们分享的几个重点啊，全世界你大概找不到的。对，第一个就是东南虽缺地无缝这一句话，没有人解出来，竟然出自列子。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看人家注释翻译，也觉得好佩服人家为什么注得出来，尤其典故，他怎么知道是用这个典故啊？
结果你看，曾几何时，我终于学到这个本事了。人家都铸不出来了，我可以铸出来。要学这个才是真学问嘛，不是背一大堆代词、性副词，结果哇，人家不会了，你也不会，那有什么可贵？人家不会，你会。那第二个重点，大家都说费长房的说地术是出自，对不对？《神仙传》啊，你看课本都说出自《神仙传》。所以我标这个黄标嘛，还胡公篇，结果我们发现其实是什么？你下载我那个缩写就知道了。非常棒。其实应该出自曹丕的《列异传》，这全天下大概只有我这里听得到。你看我们花多少时间？你看我们现在几集已经几集了，石进秀。光那个 Facebook 就50几，快50几了，能不能？那有几个肯花这个时间？大家就好，《神仙传》，你说《神仙传》，我也《神仙传》，就这样继续《神仙传》。再来第三个是什么？你看一篇课文竟然有那么多问题，什么？那日本人他编的《列异传》日文都知道有 Face，可是日本人我想他也不一定知道，他可能读到长房这个，他还以为反正都是第一。再来就是金正，金正啊，勤恳，金正相亲岁啊，一般都是说解释正，像课本注释也是这样。你看其他网络也是这样，你看他只注正，金不管了，那金什么意思？啊，金属的东西，大家都写成金属，金属为什么会碎掉？金属，你把它弄碎给我看，你试试看，我马上给你10万块。金属的东西要怎么样才能碎？哪那么容易啊？能打凹、打扁就不容易了吧？弄到碎，你今天不要拿扁，你喝完一罐可了，铝罐，对不对？一开罐你弄碎给我看，怎么弄碎？弄扁弄，才弄的怎么碎？都没发现这些有问题都不讲，就这样混了。大家都这样混，你永远搞不清楚人家文学家为什么会用"金"这个字吗？再来，下一个是什么？你看金属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打碎？我就有这个问题啊，奇怪。可是我以前做学生敢问吗？我现在终于做老师了，可你们又不问，只好我自问自答。对不对？我也不敢去问我老师，我也不知道哪几个老师肯经得住我问。他们如果爱面子，我也是得罪人，何苦？好像当初要审查这个教材的时候，因为旧教材我本来就想要，我就发现很多问题嘛，所以这一次编这个新教材，我就想说，他叫我负责，因为我们是兼任的嘛，不是专任，也不是教授嘛，这是最低阶的。然后我们安排是自传这部分，自传他原来这里还写自传的目的，还好我跟他讲，自传的目的是不通的。什么叫自传的目的？只有写作自传的目的或自传的用途，不能说自传的目的。你看，一个博士老师，那个好像还是我学的，这一篇是我学长编的，我知道，对不对？大我好几届的学长，我也是，当然很客气跟他讲，不能这样啊。因为可见，你看，当然很多人学中文没有学到。乍看之下，自传的目的好像很通啊，然后即使你觉得怪，也不知道怪在哪，所以教各位要读如何想得清楚、按正确和语言与人生就这样，你就懂得去分析到底问题在哪。自传的目的，你想想看，像我们中文目的什么意思？我去一个目的，总是要有一个动词才能用目的嘛，你不会说遥控器的目的嘛，一定要说使用遥控器的目的，对吧？遥控器是名词啊，遥控器的目的。能通吗？遥控器的用途才通，对不对？名词要接用途。那自传要自传是名词啊，自传怎么会有目的呢？那不是变鬼了？他自己会动，会跑到那里，会吓死人。中文博士写的说自传的目的用，那出来教书，你说教出来的学生怎么样？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出了多少这样的老师教学生？
我甚至合理的怀疑胡适之、陈独秀、李大钊这些白话文的健将前辈们，可能都是会写出自传的目的这种。我要不是有我的恩师，那时候我也不想读这种思想方法逻辑的书，叫我读，我看我现在也是自传的目的，我也讲不出个所以然。你看我们粉丝专业为什么我就标的什么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问题是你不但知其所以然，你能够把它所以然讲清楚也不简单，对不对？这就要你有分析，像逻辑学里头有一个叫分析逻辑的理论嘛。假如你都没有那个常识和素养，你如何去分析它？你看你到哪里看到人家跟你解释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是这个意思，以前都知道哦，大概这一句其什么意思，知什么意思，谁会跟你这样其是他知是知道，还要是还要嘛，还要当然白话不用翻，然是这样。最难的是所以然三个字，所是什么，以是为，所以就是为什么，倒过来读，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自己扪心自问，你长那么大学的国文，哪一个老师哪里会跟你这样讲所以然原来是为什么这样，没有。因为林北我读完博士也没有一个老师跟我这样讲解过，那你说我怎么做老师之后我自己会这样讲解？很简单，就像各位现在如果还是学生的话，你肯用功，你哪一天也会有这个本事。可是假如你也还是抱着鬼混得过且过，你永远也不会有这个本事。天道酬勤嘛，皇天不负苦心，你真诚就能感通嘛。那些天才有多少，像杜甫、陶渊明有多少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家？那像爱迪生有说要有几分的天才，几分的努力，对不对？不是完全靠天才啊。那你有那个真诚，不是像大家想要鬼话，知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算，我们就不服嘛，要每个都弄懂。哎，你有这个心，哪一天就真被你弄懂；你没有这个心，就大家一代传一代混下去嘛。想要他好，怎么可能呢？哎，他还真的解释这个地震歌，来吧，哦，他自己要爱写诗了啊。像我们前面看过的这一篇嘛，好像第一篇，你找地震歌 ，Google 出来第一篇这个，我们前面也批评他，里头问题一大堆，他最后也自己写一首诗。人不都这样，还没学会走路，这不走路，你连人家作品都读不懂了，自己又想要附庸风雅写一大堆，唉。这个我看八成也是类似。说难听的，我们可以合理怀疑，要你学问很扎实嘛，那我可以怀疑，哎，你还叫你啊，原来地震哥你也不太懂，那你这个诗我就觉得总要心里给你扣几分嘛，至少合理怀疑你的程度真的有这么好嘛，人家经得起检验嘛，人家才会信服你嘛，总要有一点科学精神，对不对啊。哦，这个还是古诗呢，哦，七言绝句什么《征风尘》哦，不过是清末明初的，这还不是这部落阁主自己写，这个就刚刚你看的这个就是他自己写的，他感慨，啊，自己看看他的诗什么样子，好，对，《征风尘》地震有的，地震，地球一震，哦，你看。天哪，清末民初，这还蛮清末的，不是？你明初了，就变得打油诗了嘛？什么叫地球一震？哎呀，太白了，白就俗，俗就叫低级了嘛。那这个可以流传千古，只有爱台湾的才会用。那传到后世时人一看这个啊，这种也可以做文学家，不是？笑死人！地球一震，那个小学生好像都会造的句子。这其他的我们就不列了啊，不要再横生枝节了。来，你看这里还打错字，戊申变成戊仲，是戊申年吗？对嘛，戊申嘛。这会不会对？当然，我们不要那么苛责了啊！一时眼花哈，
可是也要注意形象嘛，这样会觉得你也很草率，一开始印象就不好啊。那不是 first impression 很重要。来看他版本，他是用那个老者无策，至少不会老者无众。你看我们刚刚读那个，他还错成老者无众，多夸张！你看还啊，这个嘛，匹克邦的那个嘛，对啊，你看变无众。看到没有？什么叫老者无众？老先生、老年人没有众民众嘛？无策错成无众，你说夸不夸张？而且还不是光他这里错，另外一个来再看另外一个。你看地震，这个是科学家嘞，无众。你说为什么这两个人错的一样，抄来抄去嘛？大家都在鬼混嘛？啊！都被我们这个守真认真的俩流啊！好，再来，哎，从第二联、第三联，诗人深刻生动的描绘地震来到的预告。哎，看第二联、第三联，我们看我们的课文啊，不要，我怕他版本不，虽然他好像跟我们录同一版本一样，不要冤枉人家，我们就忠于他原版复制过来。看，对不对？比较广啊。第二联是指这里，第三联好。你看我就是那么机车，就是很给你很科学的。好，你二联、三联就这样，没错嘛，就第一联嘛，两句一联，像对联一样。耳根，深刻、生动描写。地震带来预兆，听到声音，没错，他你看一般人就这样，完全都不解字解句，所以学生菩萨对我批评就是超爱说文解字的老师，谢谢大家的肯定啊，虽然是骂我，可是奇怪，这种不爱说文解字，你们反而爱，那你们都不会合理怀疑，他连文汉字都不解，文章不就是文汉字构成的？你文字都不解，你如何读得懂？自己就在那里用自己的理解或者领悟在那臭盖，说难听不就这样，所以常常会出错嘛。等一下我们看他一定等一下会出包，这里不出包，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啊，对不对？好，这里没出包。第五联到第十联的描绘电脑，第五联、第四联、第五联，这里开始描写天摇地动，想要和人民生活嘛。他这个只是讲大意啦，不需要苛责。14句，诗人用了丧家狗来形容老少夺门而出，狼狈和情形，可以的。夺门而出，所以他这个读得懂，对不对？他把出门走翻译成解读为夺门而出是对的，所以绝对不是出门散步走，夺门而出一定是很快速的，对不对？逃命。17句，诗人用夸饰法，我还秀一下英文啊，乃描述情思惊险到令人吓魄的。至少我还不知道夸饰法英文是那个字嘞，吓魄管哪里？17句，假如14句是这一句的话 ,14、15, 一句哦，不是连哦 ,14、15、16、17, 没有吓魄胆啊。数错句了吧，对不对？这应该是18、17是一个嘛。吓破胆可以，没错。对不对？肝胆碎就是我们说的吓错胆，碎就是破嘛，破碎。然后心也焦急，但是他倒是略过，这也不需要克制。反正他这也是讲到诗人运用两个暗喻，第十联我们就不算了，他们讲哪一个来描吧。描述逃生的人民是热锅上的蚂蚁，心软，那就是最有名的这两句了。来了，问题来了，不喜欢说文解字的，马上要出包了啊！希望他没出包，我们当然先祈祷，不要又被我们料中啊！心已乱，两脚被捆的猪，跑不动，对，对不对？臀绳所绊，那卷呢？
啊，卷呢？圈呢？漏掉了哈，不爱说文解字出现了没？很不幸，还是被我们料中。你的圈呢？各位，看到人家怎么在给你胡乱的吗？你的圈呢，老师？好，神手办了。好，豚是猪嘛，豚骨拉面嘛，很好，海豚嘛，对不对？被捆，我们可以说好被捆，白话也可以省略绳子嘛，没问题。那圈是什么意思？难道被绳子圈起来捆吗？那你也讲一下圈起来捆，对不对？那一个诗人，我问你哦，一个诗人一句话才七个字，他绳手棒还要再加个圈起来捆吗？需要重复用那么多字吗？啊，你可以说重复用，强调他捆了好几抄，是不是？是这样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圈臀他就，可是他比人家好一点，就是他至少臀没给你交代出来。我们前面有看到一个圈臀就可以回稿，好像就是那个第一篇嘛，我第一篇找到。那这个更不要讲，他知道是卷盾出自礼记了，他只知道这个是猪，对不对？啊，那他这个也是有道理，因为前面是蚂蚁，这是我们最初读的嘛。前面是蚂蚁，当然相对位置可能后面用猪。用动物来形容人可以，就好像我们说无龙智慧是用鸟嘴来形容人嘴，可以吗？这合理的语言上，尤其中文也存在这个事实，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可是我们也是看了课本注释才知道，原来卷盾有这个词嘞，对不对？一和三句，诗人用了两个比喻，又用动物，可是这时候不是形容人了，是形容地震。有处些来形容人受惊啊，这也可以啊。如这是名语没错啊，因为它是比喻的这个用词出现啊，没有省略的话没有出现那个比喻的用词叫喻词啊，喻的字词叫喻词啊，唐诗宋词那个词、啊、这种叫名语，好像碰到了老虎和豺狼，好像碰到了毒蝎，这是名语没错。十八年到十九年，诗人从神话的观点来思考地震发生的原因，是否因为这个就出包了哈？所以就应该不要在我赘词了吧？刚刚就花了很多篇幅在谈论那个，哦，还在说认为神话的，人家都已经反问了，难道是有吗？其实他这个甚至可以读成否定句。哪里有，可以读成哪里，哪里有啊，不要说难道是有，是有点肯定，可是你翻成哪里，其实也可以翻哪里，哪里是有，尤其他后面不是讲是神怪吗？尤其你看他前面引用的是古老的神话传说没错，可是他也否定了，虽然是这样没错，可是地确实是没有什么大的缺陷嘛，那平常也不是动不动就乱地震啊，那怎么还是三不五时或者过一段时日之后发生那么惨烈的地震，他想不通嘛，所以觉得古老那种传话，假如是共工和祝融大战造成那个地表的失衡的话，好像也不只是这样，所以他怀疑以前这种做法可能都不值得采信，所以他才说我们哪知道究竟的原因呢，一定是天地之间有一种能量在那循环或释放。唉，这就是你看我们每个字气这么读，读成能量，他们知道吗？他也不讲，你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就我们会说文解字，你就不会人云亦云，就是跨几年呀，谁几年看到妖怪就是，反正古人就是迷信、啊、他们就是那个、啊、我问你，我们现在是科学时代，没有迷信的人吗？啊，不要讲宗教神话迷信，迷信科学的就一大堆，不是？嗯、哦，迷信科学就不叫迷信。嗯，中国的许多神话都认为地震发生乃是因为神明和动物移动，扯那么多、哦、人家我说难听的，林占明先生根本就不主张是神话，他还为此发挥，然后、哦、就来这里写专文了。哎，林先生另赏啊，你自己想看到底孙守真读对的还是这些人读对？反正死后就知道了嘛，死后大家都要去见令赏，看看令赏，大家觉得你们这一学生真了解他，还是孙守真才是真读懂？哦、
扯到人家都已经否定了，那这一句是白痴吗？乾坤总不是神话吗？啊，什么叫各处？你看这就不又来了，不说文解字造成的路遥知马力嘛，某然啊哈，走不动啊。什么叫各处的地震轻重情形？茫然不知只能归什么？这句话通吗？怎么会茫然不知各处地震轻重的情形呢？茫然不知造成地震为什么会分轻重？你看连我学生都读得比他好，为什么有些地方轻有些地方重？这个原因不懂，这个原因不懂，不懂的是造成它的原因，或者造成那么大的地震的原因。最想到的是这两个可能，怎么会变成各处地震轻重情形不懂呢？情形怎么会不懂？原因或者导致的根源是什么才会不懂吗？情形怎么会不懂？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做完长歌之后，心情却转身愁。你看，根本就不知道转愁是更愁。说文解字不说文解字就出现这个，把转字读成转身，心情转身愁绪。那我问你，不写完地震歌就不生愁绪吗？写完才生愁，不写不发愁，真是无情之人啊！他当然是有愁才会想写诗抒发嘛。可写的诗不但不排遣，是不是心更愁？那转一定是更嘛？怎么会是转身？转身的意思是原来不生，这是转，转是转变，原来不产生情绪，现在产生了情绪；原来不生愁绪，现在产生愁绪，懂吗？文字不懂，在这些都是这样乱搞。今你看，笔锋也变柔了。我问你，什么叫笔锋也变柔了？解释一下，谁听得懂？笔锋如何变柔？我如果说古人他们都用毛笔，笔锋本来就柔的，如何变柔？难道笔锋墨汁会是干的吗？干的能写字吗？根本都不懂嘛！不爱说文解字，就出现这些怪现象。二十年目睹之惯现象，只有清朝末年蛮汉的满清腐败政权有吗？自己看，现在还是 ING 进行式呢，所以我就不醉了哈。我们已经讲多清楚了，笑死人了，这都是笑死人。不答案，那这我们都不录到讲义啊，所以说严苛一点可以录进去，免得都以为我们在这谩骂人。你自己看，这种答案能见人吗？那一天他的网页挂了，就以为我们在那谩骂，可是我们实际就也是有文字影像的嘛，对不对？我们不是给你抽干，录影存证的嘛。这种情形实在不堪回首，自己的身子好像依然随着地震沉浮，这通吗？那白话这样讲，意思是可以这样说啦，可白话不能这样表达。什么叫好像还依然？自己的身子不是好像依然？这理由你看它翻成什么，它原文是此生犹自犹有好像的意思，对不对？也有依然的意思，它把这个犹翻成好像依然，两个都要包。这里只要翻依然就好，不能翻好像。身子还是只能随着，只能就是翻那个字嘛，只能就没有别的选择，自然是这样，没有别的选择了。随着地震沉浮，没错。可是白话不能，什么叫随着地震？谁听得懂？随着命运主宰嘛，对不对？地震要我受灾就受灾，要我的命就我的命，要我幸运，这一次无弹幸全，我们淡水安全没事就安全没事，安全没事，你可以说就是福嘛。那死掉了就是沉嘛。你不能这样直接译啊！这白话文谁看了？什么叫随着地震沉浮？文言文可以这样，因为它文学嘛。那你翻译的时候要把那白话翻成散文，用人家讲话的意思，你讲话这样谁听了？什么叫随着地震沉浮？在这诗句“此生犹自随沉浮”，诗人用了名誉啊，你看只会耍这些，耍这些宝什么，耍一些名誉暗喻啊，耍一些修辞怎样？你解释一下有什么意思也不讲解，所以他跑出这种怪现象。好像依然，原文哪里有好像？没有嘛，你最多说好像常常可以天字还原，好 OK，
要么就是像我刚刚讲油，它解了两次，一下又是好像，一下又依然，它两个要爆，根本这里好像是多余，它就是这一句没有真懂，就翻出这种怪句子。从何处可学得常非常忙的说立法？居住在台湾这片乐土上，不再再有烦恼。我问你，这通吗？当然是没有地震之后，台湾这片才能叫乐土。台湾以后如果三不五时是地震，还能叫台湾这片乐土吗？所以居无乐土，一定是安得常房？说哪里可以得到学得到研究出来非常房的那种控制地脉的方法，能够居住在我们这个不再有地震的宝岛上，不再被地震所威胁，才是他要你一定要先讲解，已经不再有地震才是乐土。或者你像我们这样讲，然后你即使不翻这样，像这样的话，你也不能说直接用乐土来当白话我们翻，你要把乐土翻成宝岛，乐就是翻成宝嘛，因为我们讲过宝贝，你让人快乐，对不对？快乐的东西又值得宝贝，所以其实乐土就是宝岛，岛当然就是土地嘛，就是可以这样形容我们这一块，我们珍爱的这一片土地。可它未必是快乐，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地震。当地震都完全消平了的话，它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名副其实的变成一片乐土，对不对？啊，住这个他不知道住什么，你看，这样可以得奖，文件会也被他拖累了。部落格比赛，评审奖三奖中的其中一篇，这些评审，孙守生，我大胆在这里挑战你们，跟你们喊话。当然我不会那么爱出风头，就留这一段影片。也许当你们发现我已经不再跟林占梅47岁的离世了，或者我已经念佛成就我的往生，我刚刚对他的批评你们也得概括承受了啊，因为你肯定他就等于对他背书了。所以我孙守生是神经病吗？一直骂我们国人教育出在哪里？我真恨我是对的，我真希望我是错的。这怎么办？这样还得奖？这样也能得奖？你自己说，各位自己扪心自问嘛。来，东南虽缺地无缝，是不是他也完全都不讲？评审，我们这个我没办法按赞，我们也不会去回应他，何必得罪人？就好像我们也不会主动去要求去审查那个。好，今天到此为止啊，那这一集也到此两个钟头，看这两篇，刚好看这个不错，还得奖啊。西维亚的文学花，哎呦，文学花园呢，对不对？我怎么讲的那么酸溜溜？对不起，我今天口气好像不太好，因为有点烦，对不对？你看我使劲秀下来就知道我为什么口气了吗？不是对人家藐视啊，请大家要多，你看我外随笔哦，这个人以文学家自居，文学自居是这个吗？西维亚。再点一次看，应该是这个没错。对呀、啊，哎，西维亚的文学啊，啊，对，哎，我们刚刚才跟大家分享，是不是？现在文学就不教这个嘛？有没有看到金针香破碎？有没有跟你讲解金针的金什么意思？没有，这样就能得奖哦？你看内容就那么一些瓶颈，内容那么瓶颈，其他前面这个更不用讲了，完全都不讲解，都是讲大意，这样就得奖了，真的山中无老虎了。反正我们这个也不会去写这些东西，或者更不会去报名参赛，
哦，那这个哦，这种诗值得一读啊。地球一震总堪悲，啊，欲垫乾坤力不支哦，超烂的句子，对不起，郑先生，拜托，完全就是打油诗派，等而下之啊啊。灵谷变迁海，河海废，天心太忍我心扉。啊，这种诗值得一读吗？人就是贫穷到，你家里有黄金还会要那种铜币吗？有金币你要铜币，家里没金币才把铜币当宝贝。我们不要说它是铁币好了，好吧，至少还是铜牌。人怎么人要人往人不是往高处爬，怎么往低处流？奇怪，其他我不看啊。我们生命有限，多读一些真正的经典啊，不要浪费。读个地震歌都有点委屈了，说真的啊，我们也对林先生有点，可是他确实有些有价值，像经。那他价值，我觉得真正主要倒不是他本身的文学价值，是他用了一些文学技巧，比如说他这个化用典故就考到很多人了，除了我们发现，对不对？然后这个经真是文学技巧嘛，至少我们给你发掘借题来教导你们，告诉你们文学是怎么在玩把戏啊，这是值得做一个教材，可以。那这个是完全都没有那么价值，让我刚刚乍看一下。可是问题，哪一天如果课本出这个，你要我怎么教啊？哦，那我可能就要三字经都要骂出来了。文学，你真是文学的话，像我们刚刚讲的经，怎么完全不解释啊？哦，那文学教育就是这样，经完全只字不提。你看，还有一般网络资料的翻译，就是也几乎都是这样混的。我打这个字的时候，今天稍早嘛，今天晚上稍早，还没看到这一篇，这个刚刚才带大家一起看，像未卜先知，真恨我们是对的，不是吗？这个我们后面还给他注明，他还得奖了，真的。哦，我选这个超连结，我选这个超，难怪他那个被选的超连结之后，整段都是超连结了。哎，所以我一直打他就会一直连结，没有用。贴上来是这样，看一下，哦，这一样，那何苦呢？我就用这个好。好，然后后面给它贴这个，快得奖，你文件会就要背书了哈。给保重哈，下一次再继续从后面看，我们最多看三页啊。哎，这个 Tony 是不是那个古文观止的那个 Tony？ 啊，不是，看页面不一样。哎，有点年纪也不要丢脸啊！对不起，不是骂人啊，我们是说实话啊，真的不要丢脸，真的不要丢人现眼啊。就黄忠毁气，瓦釜雷鸣。我们刚骂人家那么凶，你们不要不平衡。你看看我怎么被人家批评，这样你们就平衡了。说难听，我当然是开玩笑，我还有点嫉妒，为什么你们都没人骂，所以我才感叹黄忠毁气，瓦釜雷鸣。你看我被人家骂，我还留上课时进修，你们全天下公平，我教材全都公开，没有版权。没有著作权，
你看人家，哎，这是我自己的，对不对？哦，孙守正国文批评的怎么样？啊，我、这个是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继续干下？我们也会检讨自己啊。可假如我们真的那么糟，怎么会有那种好的批评？哎，他觉得真的有学到东西，这就值得。即使只有一个同学，我们也就值得了嘛。尤其你想想看，我教的是什么学校？今天要是台大的话，还比较多检讨一下。我难讲，我也是第一志愿的。你不要以为台大或者好学校的学生就很好，可是坏学校呢，大概八成学生就很糟嘛。这个没办法的宿命。我现在教书教那么多年，我从来不把学生当垃圾或者不好的学生。可是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人在矮檐下，屋檐下。那我不知道这些学生菩萨为什么如此自甘堕落呢？你看，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碰到李瑶先生，他过世了嘛。在电梯里头，就只有我跟他。他还问我你什么学校，我说文化大学，那时候好像读硕士班。他回我的第一句话三个字，不是干你娘，烂学校。那学校为什么会烂？阿弥陀佛了哈，希望大家道业精进，人在做天在看啊，我们语重心长啊，爱之深责之切，也许得罪你或怎样，那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吧，对不对？总希望大家，就像今天上课我很激动跟学生讲，我虽然说我很厉害，也许我口误，我是希望你们把我这套方法学会，你们也像我一样厉害，甚至比我还厉害，对不对？我们是这个心啊，就像佛菩萨一样，绝对没有怕哪一个人，也成佛成菩萨超越他。就像你爸，你不是变态的爸爸妈妈一样，哪个爸爸妈妈不希望子女比他还要强？好，阿弥陀佛，大家早也精进了，我也可以睡着了。阿弥陀佛，良心也安了，少造业，多念佛，阿弥陀佛。